者吴之伟台北报道。台视经八点档情奋演员为一日前接获剧组重大任务，剧中他不只饰演罗时峰的二儿子，还将诠释剧中老爸年轻版。对于饰演嫩版罗时峰令他相当兴奋，两人的相似程度也获罗时峰本尊认证，真的蛮像的，尤其是单眼皮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罗时峰解释，我年轻的时候眼睛泡泡肿肿的，三十几岁老了后开始双眼皮线就慢慢跑出来，朋友都问我是哪里割的，死都不相信。为了更贴近老爸的样子，唯一拍戏空档就会找机会观察模仿。他分享刚得知时的心情，表示当下有点惊讶，又要演儿子又要演他年轻时候，有点挑战，我希望可以诠释到位。听闻罗时峰现在每天都靠100下滚轮维持身材，他甚至走火入魔想复刻戏里老爸的大胸肌，笑说我想要追上爸爸开始练胸肌，会不会我们两个父子拍完都变筋肉人。罗时峰又与唯一在情奋饰演一对父子，台视提供。